好，我们又来到这个熟悉的场景呢，大家也知道我们要拍什么内容了吧？知道了。你想听的名字？三二一，猜猜我吧，第二弹。对。第一个问题。大娱乐时候，我和父亲因为在宿舍跳不了了，还做了一件欲哭无泪、自我消遣的事情。不是的，现在是运动了。娱乐性，它就是打牌。相似的，已经相似了。怎么第一个问题这么快就猜中了？你是谁吧？你是最后来被我们每个人打。我这说了什么？你这猜中都地主了。对了，还以你智商来跳吧。首先呢，这是一个很悲伤的故事，因为当时我和傅杰在韩国实在是太无聊了。第二个不要有问题啊，我们在宿舍实在太无聊，因为只有两个人，也没有什么好玩的。然后我就和傅杰在便利店买了一副扑克牌，因为三个人打斗地主是一个很小的，需要人数很少的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只有两个人了，是不是一个很悲伤的故事？因为学习，然后掉了。你看答案了，我最看答案了。我求求你了，每次都被你再说的再详细一点点。对，因为学习很刻苦，然后洗澡都掉头发。对，我知道了。他学习着，就这么学，这么抓，把头发抓起来了。就是你每天熬夜复习，它就掉了。对了，是 K。是，我觉得这个问题啊，对我们的元昊特别不友好。哎呦，全你掉头发吗？那这不是无语，这是生活日常，好吗？好吧。因为学习压力太大，用脑过度，经常开夜车学习，导致脱发严重。那我们这局的分就给细节同学。这个故事是发生在我们去欢乐谷玩的时候一个故事啊。就是我们在玩某个设置的时候，本来我很害怕，但是我看到某人做一件事之后，我瞬间不怕，甚至还想笑。什么事情？就罗英哥在那个过山车上面，然后那个头发飘到那个发际线已经看不见了。没错，不对，干嘛？这个游戏这么有攻击性的吗？一直很想笑。你看到你自己的脸了？游乐设施啊，我们进游乐场的第二个项目。怪物！好，看到他这个好，不解对了。那天的情况是这样子，原本我是说小意思，然后我转脚就被吓飞了，然后我看到罗英哥这样抱着自己，倒退着走。不是那个鬼屋吧？别狡辩了，哥，那个鬼屋其实没这么吓人。你就是抱着自己，我看你们一个二个都没反应，我就做点反应出来了，这是真的。没这么吓人，那个真的。哥，你的声音喊得比后面的女生都高了。毕竟我们交了钱，我们还是要对得起这个游戏。听话了。在宿舍休息时干的最过分的是什么？好了姐妹洗。看到罗一哥。对。罗一哥吗？不是。关于水果。啊，我知道了。他把那西瓜切一半之后用勺子去舀，然后不给我们留，就是这个事的太接近了。你把那个西瓜吃完了，那个壳当头盔给我们玩视频突击。你是在做梦吗？你们抓到头上你没有给我们留，但是你没有告诉我。对，我自己在宿舍把一整个西瓜吃完了，然后我还专门丢在楼下叫我回去灭迹。受不了，我真的受不了，受不了，OK， 我再增加一分。那我的问题是，我因为小时候的一件事，再也没有玩过捉迷藏，成了一件事情。要分给你们。好，消费肯定挺奇怪的。我有一些血型。那个小朋友他藏在树上，然后他结果他摔下来。我没有在室外，室内。我指越来越多了。他撞到门，是门，但不是正常的门。是不是正常的门，它是什么门？人门、阳门、木门、阿门、阿门、任意门。太傻了！
门不是正常的，它是跟门有关。你这次牛。就是 King 玻璃门，就是玻璃门。你们在捉迷藏的时候，那伙伴看到前面，哦，那玻璃太干净了，然后你那伙伴没看到，直接冲过去了，嘣，就这样，就端，好，头就是嘴巴，就没有藏得很好，就看见。然后他看见的时候，他喊了一声，我就想跑。然后就那个玻璃门是有两个那种可以走的地方，所以我就从这边跑的时候，这个门是关着的。啊，他直接那个过去之后，那个咣一下，那个门就碎了。那不是 Made in China 那可能。日本去逛商场的时候，出来的时候那个自动门，它不是，它是太小，它连撞了大概六次。这种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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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啊，我说这个声音从就是人才。我妈说哦，可以啊，可以。这个他的头是没钉拆啊。之后我第一次上幼稚园。对。你妈妈同意给你买奥特曼？我不想，我今天看奥特曼。妈妈同意给你买巴啦啦小魔仙。好。哦。我应该喜欢，你不知道了。哦。我也不会挨打的，我在这里看，知道看得清。不会挨打的，真的。我还你了。这是闪现，我跟你说，这是闪现。好，闪现。提示：闪现。为什么打我了？闪现穿墙。你妈妈把你抱起来，就问你了，老子在那边接过了，行，差不多了。你比差不多，差不多了。传球三分，你就说你差不多，智商都一样。是，幼稚园的楼的床，对，在一楼那里。我老师就在里面，一楼的那个窗户里面，我妈就在外面，就把扔进去了。但是有点伤感，不伤感，很好玩。上了两秒超人了，朝气，朝气，幼儿园叫什么？沼泽的沼吗？什么是朝气？那笑容去上学，真的特别的阳光，特别的这样。这是我们咱们家楼下的照片。好，我们跳跳舞吧，第二季的颁奖典礼，第二期现在正式开始了，有请我们的那个获奖者发表一下感言。来个麦克风。这一期的开舞啊，这个降级的开舞的获奖的陈旭旭同学，开舞的获奖的陈旭旭同学，来呀！找的准好了吗？捏我的那些大烟，捏我的那些大烟，捏我的那些大烟。救救我！你咋会有一张？先最后一种，你问我。你有我身，从来没来过。我你有几分？这就讲话，别难听了。你是送我的。我好敷衍，有一种的地方。我呀，我一个人都好没地方。这是好人。我好犀利啊！所以我先不熟悉嘴。我呢啲咁嘅艺术家，我系睇住。你太睇小你自己啦，哥。你做顶尖，你做得分辨唔到。一百万就系一句。这到底是受了什么罪的？不知道。你在我们所有人的眼中，都是一个绝世好姐妹。你别说了，情情绿。呀！别说话。躺到你了。我试一下，我换另外一个视角，我这样躺在这里，我看他们两个。你们的话我能听。有什么这么强大的内功？
我是我门派。哇，好有创意啊！我看了好开心啊！谢谢你赵老，我每天都在生病，但我有在爱治，我每天都要输。不要当 king 了。OK， 咱们第二季猜猜我吧，就此拉下帷幕了。啊！这个，我哎，我保证以后每一期都不当 king 啊。好，就此结束。哎，大家好，这玩意挺适合当总裁的。大家好，吃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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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记得观看哦，记得点赞哦。管你看没看懂，点赞就完了。呵呵呵呵，我仔，我自己过来。